上菜了。我们放中间一点吧，这样你们俩也可以吃的。你好周到，对，很会照顾人。你真的什么都不吃啊？你是感冒了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感觉下午吹的。几天了？就今天吗？今天搞的。哦、OK， 滑滑门让风嗖的。他会，你会做菜吗？马哥，上来先解决一下吃饭问题。会一点。要不定一下谁做饭？这很重要啊，这是两个人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啊。我来了。哇，他还做饭，弟弟，你想做什么餐？看各位，你们有什么想吃东西吗？辣的，小炒肉。啊！哦。嗯，可以。什么水煮牛肉？好的，明天我加油。哎，这弟弟性格跟我亲弟有点像，很暖的那种。对，就是暖暖，然后没什么攻击性的，特别单纯那种。我也会一点点，可以帮一下你。可以啊，可以。好，麦穗打下厨。我报名洗碗工。你报。别跟我抢工作好吗？你看，你看，橙子说洗碗工，然后那个小马马上说别抢我工作啊，然后一起洗碗的样子。其实我们晚上的娱乐活动，要不早一晚看个电影，看恐怖片吧。看恐怖片，如果看到最后男生抱一块，那怎么办？三个男的在沙发后面这样子，三个男的后面看那个马卡巴卡那个。你们发现我们在马卡巴卡马卡巴。